很大风，这么大风的那一天呢，我们决定要飞了。我现在在机场，飞去哪里呢？飞去台湾。我们导演 Birdy 的，哎，他在这儿，他在这儿，嗨，这是你的，是吧？对，我的。所以你看这么好，我们来拍 MV 连住都不用钱呢。我们也是在这里，方便的这个。你要挑这个，你帮我们看门口，这么好。明天化妆的地方，嗨。上去上去，有阳台泳池的，有阳台泳池。对，我开始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带那个游泳衣？有没有搞错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个有小小的戏水。在乱起哄个屁呀、啊！我我选了这个，就是我选的。没有游泳池，因为我没有游泳衣。我很喜欢它的装潢，哈哈哈哈哈。哇，所以是你煮的吗？我煮的、啊。哇。那个是我煮的。喂，我本来说这个是一个幕后花絮，现在又要变成一个 vlog， 有没有搞错、啊、你？幕后花絮不了，我花太多时间在拍这些有的没的。哇。我明天拍 MV， 我是不是今天不应该吃太多？哥，你是厉害的，应该没问题。哎呦，我们讲的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讲中文。中文呢？对，广东话是中文，简部分。广东话还中文呢？他就是听不懂啊！我都气到没办法讲话。好，解散。那明天加油了。那明天见。明天见。醒来了，我们妆法到一半，导演又送来烤馒头。哇！祸害人间的导演，我这 MV 要胖死了。两个小时的妆法时间，现在我们出发了。现在我们下车了，这个风大到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头发是不是要弄一下流动发了？哇！Sorry Sorry， 我唔系想笑嘅，但系真系好。好漂亮哦！好，来，歌主先摆。回到十二年前，回忆就在眼前。你戴着帽子，而我样子带着腼腆。不过第一次的见面，你说你有先见，我的先天必须难过，我能有偏见。我当时天真，挂件先问，不想成年人，有能力辨认，不是为了赚了有钱分，我为我的前程。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更好的和弦声。深深滴滴答，你还记得吗？说句心里话。
的海洋呢。我多年前看这个海角七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肯定是超级无敌漂亮的，结果你真的来到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办法形容它的美。每一次都超紧绷，脚本一直被我们的邓导呢修改剪接，他是写那个 list 几分几秒哪一个对嘴，哪一个画面，哪个表演不够，因为他对剪接的节奏感非常要求，在剪接的时候其实他都记得有拍过哪些 footage， 我都没办法骗他说哎、欸，我没有拍或是没有素材，因为他都记得，他都说有啊，你明明有拍那个什么抬头，我有一个抬头，我要对那个拍子。所以这一次他才找了演员来拍我这个 MV， 因为他不想让我知道他拍了些什么素材。这个故事教训大家，只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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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叫什么？只要有很脏 ，teach more 脏，哎，好像不太对啊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皇天不负有心人。你只要有心，你就可以做得到。但是也不要常常。你知道，如果大家讲同一个东西，你要赶紧用最快的速度打对方额头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我赢了。无聊。这个是反应敏捷。好，没有，没招了，不要。拜拜。